看住有吗？师父苍音声吗？哦，观世音菩萨，哦，这一种，往此方真教解清净斋英文啊，我要用音通心地深达性癌，那你们讲叫什么？梵音嘛，哦，梵声潺潺柳，哦，闽南音来就说。所以所谓梵音啊，清净谓之梵啊，哦，那么哦能够让我们清净的音声包括讲话都是一种所谓的梵音啊。那么有很多人在修行的道途上不同宗派哦在讲所谓的咒语嘛，那么我们讲四心曰咒啊，哦四心而喻之即为咒语啊，就是说对的心就是咒啊，哦而不只是它那个文字像，如果你用着不对的心去持咒哦，念经哦，念佛，它通通没有效果，哦，通通也只是在一种消遣佛法。所以，真正的念经、持咒、念佛，是为了让我们心清净的，让我们得到那个定的。哦，那么定的前方便叫做专注。一个心不专注的人，他得不到禅定。哦，所以透过念佛、哦，持咒、念经的一种形式。哦，可以让我们训练得来这一件事情，所以它也功德无量。可是偏偏现在念经的人多，得到的少，也就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一个方向跟目的跟理路。所以昨天我，哦，才跟哦我们的导游分享那一段啊，念经基本上在这个时代有三个目的啊，第一个就是为了求定，第二个为了求解了解，第三个。为了求印证，哦，印证叫证明，叫做科学验证的意思。那么第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的理论，哦，跟方法都不一样，哦，可是它可以达到同一个目的。第一个为求定的，哦，心就不能杂，哦，从第一个字念到第最后一个字，通通不能有一点丝毫的妄想，哦，在训练这件事情，那人难免妄想嘛。所以当妄想出去再拉回来再拉回来，拉到熟悉，哦，这个功夫成熟了，你定功之自然你就出来了。那么老祖宗讲一句话叫做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不要去想它，你读久了你定功出来了，一戒得定，一定就开会了，所以你的智慧自自然然就会明白这些经教在告诉你的义理，哦，那是跟自信的智慧相应的。
而不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所以修佛的人讲求有所悟处，开悟的悟不是误解的悟，有所悟处。那个悟是从哪里来？绝对不是讲道理来的，是透过这样的持戒，依照一种方法不间断，就叫做持戒。所以第一种为求定的，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态度，不要想，那么也不要打岔，然后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不断重复，重复是现在释出世间法成就的关键。古时候人讲什么？多才多艺，艺不精，样样通，样样松。现在的人就是喜欢多。那么古时候的所有的祖师大德的成就，都在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世间话也讲啊，专师一意可成名，对，他不一定告诉你成就，可是至少可以成名。那么世间的成就会有，我们现在讲的不一定讲成就，是讲出世间的成就不一定会有，至少可以有成就。所以他通通没有离开那个一的观念，所以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古时候的话。现在的话叫做重复两个字啊。那你看我们现在读书人最讨厌重复，你跟他讲你要看一下这一本经，我看过了，对，看过了，他不看了。那真正会成就的是，你叫他看第二次他还看，叫他看第三次他还看，只要是对的，他乐于不断重复去接受，所以这个人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得定的是这一种方式。那么求解的呢？求解的就是在他读的过程，因为他要了解他的义理，好让我知道道理怎么待人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就必须要参访古师大德的注解，或者是请善知识为其解释。所谓善知识，又知见正确的人，那当他解释明白了之后，明白他就知道怎么做啦，他怎么去做，回馈回来就是正确啊。第三种求印证，就是怕我们盲修瞎练，乱修一通，而不自知。所以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修佛修得很好啊，可是经典讲，如果你修得很好，一定有什么能力，什么人生境界可以化解，结果我都不能化解，那表示我是修错了而不自知。那倒过来呢，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有很多比如说神奇的能力啦，神通，对不对？那佛经也告诉你依什么条件才会有这个能力，结果我们心知我没有这个条件，我有这个能力有可能是魔通，我那靠不住，所以它会有危险性。所以这些理路通通到最后如果正确的，就是回馈到我们的心的清净不染而已。好，那当你得到这个清净不染的生命状态，你的所谓的二六十中的一言一举一行，通通叫做梵行。梵音那个梵，不是梵行，所以唱的音声也叫梵音，讲的话也是梵音。一般讲咒语，那么你的行为梵行，所以佛菩萨所到之处，皆恒令众生生欢喜心，才有办法去办到啊。那么菩萨所行之处，无处不是学处，不是行处啊。为什么？因为他有牵怀之心，所以同时那个定心有的生命状态，就等同有牵怀之心的。所以我们老祖宗的经书又讲啊，满招损是书经吗？牵受益。所以六易经六爻里面八卦里面为牵六爻皆吉，没有对立反扑，对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么待人处事，他就提醒自己随时随处谦虚，谦虚就好。那谦虚谦逊又很抽象，我们把它形象化，就是学地藏菩萨把自己放在最低处，那就对了。别人都好好，是对对对，我唯我一个是学生，有如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对不对？五十三餐代表着现在的各行各业，那么他自诩是一个学生，所以全天下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他的老师，这样一个人就谦虚了，所以他就受益了，他不满，所以他就不招损，所以不招损他的人生就没有厄运，他受益谦受益，所以他的人生永远幸福美满，所以真正可以兑现到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只要你不能学以致用的大概可有可无，可是偏偏佛法可以让你着着实实真实究竟圆满的用得上，只看你会与不会。好，看这样还有什么疑惑没有？现在几分啦？2:50。2:50啊？你们到5点啦？对。还有2小时。
成一般的庙宇，现在变成是这样子。现在的社会风气一定是这样的、要不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要不就是这间古刹名山不对外开放，就你就会感受到那种真正清修的气氛了、不过都好了，就像我们去鸡竹山接引所谓的佛法无边嘛，接引所谓的初期也很好啊，有的人是要看热闹他才能进门道啊，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众生一下就看出门道啊，所以佛无量无边善巧方便，善根忍用善根的对待方式，然后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出来，因为我们众生的喜好不一样，所以先与欲钩牵，后令若入佛智啊，随顺着我们众生的分别执着而引导进入佛的智慧啊，都好。只是说有可能这个所谓的寺院的管理人员跟这些引导人员要去什么深入功夫比较对，因为比如说刚刚也有导游很热心带着我们参观啊，那一直介绍啊，可是有时候介绍在这些物执爱之物本身对一个人的成长没有意义啊，听听故事不错，那如果他在这个基础里面又深入去学习的这些真正的生命智慧之学，那么来参观的这些信徒多幸福，对，只要跟着他就在学习成长多好，对啊，那谁不喜欢来，对不对？那么一来就真正有着实的幸福美满人生的法带回去了。那我们现在多数因为社会的风气使然，我们现在的教育因为西朝教育的关系偏颇，整个走下坡。西方的教育第一个字就叫做竞争，我们老祖宗不讲竞争这两个字，老祖宗讲让，哎呀，所以让尽天下你就得到天下，没有听说竞争会得到和平的，所以竞争不满意扩大叫什么斗争，那我们从小要训练小孩斗争竞争呢，那斗争渡不过就战争，战争最后就毁灭，就是现在这个地球的悲哀，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那我们不能那种。基督教有一句话很不错啊，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烛光。我们知道社会有这些乱象，那你诅咒它有用吗？对不对？祝福回来，我们自诩我们能够为社会尽一点心力啊。所以要尽心力的，一定要什么练就自己一把功夫。所以这个功夫是为了服务众生用的。那么点一盏灯算一盏灯啊，点两盏算两盏啊，千年暗示一灯尽明啊。这里尘封了一万年了，很暗，我们在那边吵来吵去，说为什么这么暗没用，我们就想办法把火燃起来就解决了啊。所以我先讲说一灯能除千能暗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意思。那一个灯是什么？佛是不是常常法会都有在供灯吗？灯代表心嘛，心灯要燃起嘛，所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就是那个点灯的意义，而不是说点个光明灯我人生就光明了，是吧？你要透过它来提醒自己，我要老是想着我在佛寺点了灯，我不能去欺骗佛菩萨，对不对？我回家要把我的心灯燃起来，第一个要照亮我的家庭，对，我的家庭幸福美满，那么这个教育正确，教小孩让的道理，让他长大他的抗压性就强，所以这个很多医学家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躁郁症、忧郁症这么多，就是竞争出来的。那么如果一个从小到大都学习让的人，他的抗压性是很大的，他不会得到忧郁症、躁郁症。那么他是未来解决忧郁症、躁郁症的那个人，很多人都需要他。忧郁症、躁郁症的人会不会找忧郁症、躁郁症人解决？不会啊，你当然是你每天快快乐乐，他来请教你，你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快乐呢？这么没烦恼呢？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忧郁躁郁呢？你就跟他讲，对不对？那所以制度度他，对，很好啊，要度要帮助啊，所以教育出问题了。那佛法是一个最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如果寺院这些从事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深入这些佛法的一种熏陶，那么来寺院的这些心中太幸福美满了，我也天天想来，对。那如果不是呢？不是就是在盖一间庙来招揽迷信而已啊，来养成迷信啊，然后来看看历史古迹啊，就这样子啊。
哦，所以佛法讲世人能弘道非道弘忍啊，哦，那么在一线之间啊，所以大乘佛法论心不论事，而不是事相本身怎么样。那么如果这些从政人员有智慧，哦，他就可以把所有不管要看热闹看门道，只要愿意踏进这个三头门里面的，都可以给他幸福美满的什么素材的智慧，他踏进来回去家庭变和乐，你看多好，哦，那么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只要家庭美满，每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每个家庭都美满，社会就安康了，那什么政策都不用想，对啊，自自然然的，那是要垂无为而治，垂拱而治，对不对？垂拱天下而治，哎，那个叫靠教育，所以靠觉醒的教育，不是靠世间争名夺利的教育。现在这个教育太泛滥了。啊，老祖宗也讲啊，生智而后天下智，生成而后天下成。我们先要治理好自己，所以才能治理天下。我们要诚于中而行于外，真诚于内心，你行于外才是如理如法。啊，所以所有老祖宗的告诉我们的教法都是内修内学，所以佛经有一个名字叫内典，哦，就讲一个内，啊，事实上也是内外啊，是因为我们众生迷求在外嘛，所以他用一个对法把它拉回来嘛，就一个内了。啊，当你回来的来还有一个内外就没有了，所以佛学叫内学，所以我们现在的学习者要把佛学跟学佛倒过来，把学摆前面，把佛摆后面，学佛。跟搞佛学是不一样的，学佛可以得到至善圆满的人生，佛学是不行的。佛学你是可以了解一些佛学常识，哦，历史的演变，可是你不能改变你的，透过学佛改变人生。那学是什么意思？把我自己丢掉，把我学的对象老师装进来，就对啊。佛学不是呢，用我自己的见解去测度，嗯，你是怎么样哦，你怎么样，嗯，有这么一说哦。有这么一说，跟我合适，欸，所以人生得不到，欸，得不到这样运作的好处，欸，那很冤枉。那我们现在当然搞佛学的人多啊，学佛的人少啊，很冤枉在这边了，啊哦。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了解是为了知道自己怎么做，欸，对不对？那自己知道怎么做，是为了帮助我周边还在烦恼又牵挂你的这一群人，让他幸福美满。所以人生第一个价值意义要拉出来，不要自私、自利、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哦，不要这样子，哦，要把自私、自利、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哦，转过来变成什么？只要众生好，我就好，哦，那这个就是佛法的一个最低阶门槛。因为自私自利的学佛得不到东西，哎，学佛也就是要杜绝自私自利，所以大家好就好。